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七章难度前期文学。参考书目呢所涉及到的作家主要有这些，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李清照，这是李清照集兼著，当然也还有一些词的别集的本子，这是一个比较全的诗词文的一个兼著本。然后其他的作家包括像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比较重要的诗人是陈与义，那么有陈与义集，另外还有曾几，这是关于一些参考书目。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章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重点当然是李清照，然后第二个问题还有就是其他一些词人了，像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岳飞。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难度前期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主要是陈与义和曾几的诗。那么我们先讲李清照。李清照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一生呢，也是跟当时的时代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她的一生和她的一生的创作，都是跟这个靖康之难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靖康之难、以难度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的前期生活算是过得还比较不错的，从小是受到比较好的、良好的教育，是属于那种衣食无忧的士族的女性。他的父亲是李格非，李格非就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就是也是苏门弟子了。那么就是，相比他的这个夫家的姨父陈师道来说，当然这是跟苏门跟苏轼关系更近的一层关系，就是他的父亲是苏轼的弟子。那么这个李格非呢，文章写得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这个《洛阳名媛记》是散文史上挺有名的这个作品。他的母亲也是名臣之后啊，是当然是他的母亲的祖父到底是王准还是王圭，当然是有一些争议了，但是不管是哪个王也是属于名臣之后，也是这个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所以李清照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呢，当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李清照的婚姻也算得上是幸福，她的丈夫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的赵明诚。赵明诚当时他跟他结婚的时候，赵明诚是太学生，那么后来也是步入仕途。关于李清照的婚姻呢，当然学界也有很多深入的研究，认为他和赵明诚呢也并不是一点嫌隙都没有，就是并不是那么完美的。比如说因为这个李清照没有孩子啊，赵明诚是不是因此纳妾了？有时候就是赵明诚不是要出外做官吗？那么他没有带着李清照，他是不是带着一个小妾呢？然后这个李清照嘛，他是不是这种追求完美的爱情的人？所以在他的词中所体现的，除了那种爱情的甜蜜、相思的痛苦，是不是还别有深意呢？这些学界也都有一些探讨了。不过他和赵明诚总还算得上是琴瑟和鸣的吧，算得上是这个互为知音的，比朱淑珍也是这个宋代的一位女词人，那么比起这个所嫁非人的朱淑珍来说，还是幸福得多。不管赵明诚对她是怎么样的，最起码李清照对她确实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一点有非常确实的证据，就是在他那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的散文《金石录后续》当中，有清楚的体现。李清照的后期呢，就是后来难度之后，
赵明诚就得了疾病死了。那么李清照的后期可以说是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过完了他的一生。李清照在南渡之后还有过一次非常短暂的婚姻，只维持了两个月。她所嫁的这个人叫张汝舟，那这个人品很不好，虽然也是个读书人，但是他大概贪图的是李清照是一个挺著名的词人，长得大概也不错。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李清照这个赵明诚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嘛，他们夫妇一起收集了很多的这些金石文物。这个张汝舟呢其实主要是觊觎他的这些文物，所以就娶了李清照。那李清照很快就看清了他的本质，所以毅然决然地跟他离婚了。仅仅维持了两个月的婚姻。封建时代的一个女人再婚又离婚，这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过去喜爱李清照的词的人呢，对这一段婚姻要么就是说她不能保持晚节，要么就是干脆绝口不提，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再婚，从来没有离婚过一样。我们现在当然其实根本无需再讳言，这恰恰可以看出李清照是绝不同于一般的封建时代的女性的。也正是具有这样不同一般的性情气质，她的词的创作才能取得这样非同一般的成就。李清照其实不仅仅是在词上的创作非常的有成就，她其实是这个诗文词样样兼善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她的诗呢，仅仅有那首《乌江》就可以足以明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当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诗歌创作了。他的文刚才提到的那一篇《金石录后续》，有这一篇也足以在散文史上成一家了。这篇《金石录后续》呢，它是就是介绍了他们夫妇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经过和《金石录》的内容和成书的过程。当然其实这些似乎是一些那个介绍性的东西哈，说明性的东西，其实不是。它整篇文章都是非常的充满感情的，体现着李清照对于她的丈夫非常深挚的情感，同时也融入了在她结婚之后这三四十年间家国变亡的这种无限的感慨。当然我们说李清照成就最大的还是词。关于李清照的词呢，一般的文学史的讲述大体上都是按照所谓南渡前南渡后，说说她的这个词的内容上有什么变化，然后说说她的这个词的基本的艺术成就是怎样的。那么这些大家看看教材上都会线索是非常清楚的。我呢就是想以这样几个专题来讲一讲李清照的词。一个是李清照的词，他不是叫易安居士吗？那么他的词自称一家，号为易安体。我就想来探讨一下易安体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他表现他的这个在他笔下的这个家国之悲是怎么样表现的。当然着重还是以他那首非常著名的《声声慢》来加以探讨。第三个问题是要谈一谈李清照他为什么能自成一家，他的这种独特的风格，所谓既有闺中秀也有闺中秀也有林下风。什么是闺中秀，什么是林下风，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些问题。我们先看一首，这是辛弃疾所谓孝易安体的一首词《丑奴而敬》。辛弃疾和李清照都是山东人，那么他对他的这个算是比他年辈大一点的同乡呢是非常的敬重的，他就有仿孝易安体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关于辛弃疾的词的风貌呢，我们因为要准备辛弃疾的讨论，我想大家也都有过比较多的了解了。在中学的时候应该也一定是学过辛弃疾的词的，
所以对于辛弃疾的词的风貌我们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现在再来读一读这首词，它的这个效意安体，我们就要来判断一下它仿效了李清照的到底是什么风格呢？千峰云起，骤雨一刹架，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轻骑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笑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去这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试，别有说话。感觉到跟辛弃疾的风格不一样吧？嗯，不是题材上的仿效。李清照一般不写这种像表现所谓山野闲居这一类的题材，也不是风格上的幽默。嗯，这个却怪白鸥去这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试，别有说话，这样一种就是比较幽默的特色呢，这也是辛弃疾的招牌式的特色。他常常借幽默之语来写他的那种头衔至散的苦闷之情。那么不是题材，不是这种幽默，是什么呢？其实是非常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的一种语言上的特色，对吧？这种口语化的特征，口语化可以说正是易安体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这种特色在他的词里面是处处可见的，比如旧时天气旧时意，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这就好像跟我们日常说话是非常接近的。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还有江梅蝎子破，未开云，一直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记。说没个人堪记，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不如下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看这些话，因为宋代嘛，它已经是所谓禁古语言了哈，跟我们现在的口语是比较接近了，所以你一读这些语言，你都能感受到是非常的口语化的。那么李清照的词的语言特征，它就是有这样一个所谓用清新的口语来写景抒情状物。但是如果你真的满篇都是口语，毕竟还是容易流于浅俗的，毕竟不是像那种这个非常民众化的那种所谓戏曲当中的表演式的那种口语，还是不能太口语的。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含涌不尽呢？因为李清照他还要求雅的，他是要推崇典雅雅致的，所以就要在口语的基础上要善于提炼，同时你这个口语还要用得恰到好处。我们就以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如梦令》为例来说明一下。昨夜雨树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的主体它就是由对话组成的，那么对话自然就很容易有口语化的表达。比如像这个里面两个知否知否，它从语言上来说这正是口语化的表达。有时候我们为了强调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要重复。那从词的体制上来说，因为《如梦令》这首词它的体制在这个地方它就是需要重复的，所以这是正好跟这个词的体制也是相合的。而从词义的表达上来说，刚才讲到重复是为了强调，它也正表现了作者一种要急切的强调的意思。这是口语化，怎么样口语化，同时要用得恰到好处。而接下来的这个应是绿肥红瘦，这个绿肥红瘦虽然还是对话中的语言，但是它就不再那么口语化了，用绿肥红瘦来形容雨后花朵凋零了，绿叶长得很葱茏，这样一种景象非常的新奇生动又很凝练。那么它就使这个由
口语由对话组成的这一首词，因此并不显得散漫了，并不是从头到尾满篇都是那种真的很接近我们日常口语的那种口语了。嗯，那么相反的，它就具有了一种浓郁的诗意，而且它跟前面那个口语化的知否知否就形成一种散漫和凝练相间、雅俗相间这样的一种效果，非常恰当地传达出作者一种无限的惜春之意。这是关于李清照他的词的这个口语化，他怎么样来表达，怎么样来运用。李清照的词还常常使势用典，只不过他的用典呢也是常常用一种很清新的语言表达出来，看不到用典的痕迹，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跟他的那种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整体的特色是相吻合的。比如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它有一个题目叫九日，九日就是重阳节了。那么这是一首重阳节的怀人之作。怀人的意思怎么样体现呢？正是通过用典。关于典故，这首词的典故我们最熟悉的是哪儿？哪个？对，东篱把酒黄昏后。嗯，这个东篱呀、把酒啊，这些都已经是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些语马符号了，大家都太习惯了，太熟悉了。那么就是用了陶渊明的这个典故。但是所谓怀人的这个意思并不是通过这个典故体现出来的，是通过另外两个典故。一句是佳节又重阳，就是用了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个也是九月九日嘛，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所以佳节重阳暗喻的、暗含的就是作者的这种思亲之意。另外一句更明确地表达出作者所思念的亲人不是像王维那样的兄弟，而是什么呢？是他所爱的人。有暗香盈袖，这一句看似没有用典啊，或者说还是陶渊明的那个典啊，是承接上句而来的。你不是在那个东篱把酒黄昏后吗？东篱那个采菊东篱下，那个东篱下面不是有菊花吗？那么这个是一个表层的意思，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典中套典，它还套了一个典故，用的是什么呢？古诗十九首：攀挑折其容，将以以所思，心下萦怀袖，路远莫知之。所以李清照用陶渊明的典故营造出了一种高逸的、清雅的宁夏之思啊。所谓宁夏风，就是指一种士大夫的高逸之气。他用陶渊明的典故营造出了这种高逸清雅的宁夏之风，可是他的内里，陶渊明是那个写所谓采菊东篱是跟男女之情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李清照他的内里仍然是传统的柔婉的女性的相思之情的表达，还是词的那种传统的特色。反过来，这种词中的传统的相思之情的表达，在李清照的表述中却别有一种清雅的宁夏之风。这个是李清照的自身的独特气质的体现，也正是他的词的特色的体现。正像李清照在词论当中所提出的，他的那篇著名的词论，他是要求雅的，说这个词是要追求雅的。像东篱把酒，他借了陶渊明的雅来写自己的雅。半夜凉初透，这是写重阳秋夜的时候那种气候的感觉，
其实同时也是自己孤枕难眠的这样一种含蓄典雅的表达。那么相比那个另外一位女词人朱淑珍，同样的意思，朱淑珍表达的就直白得多。她说这个山亭水畔，山亭水榭秋芳半，凤为寂寞无人伴，那就直接的说这个自己很寂寞没人陪伴。所以你就能看出李清照她是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典雅的。另外她还常常在词中把本来不甚雅的东西到了她的词中她就把它改造的雅了。比如这首《点绛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青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嗯，这不是李清照的创作吗？他改造了谁的呢？韩沃的《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提壶锁一尊，剑客入来何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明显的是有关系吧，对吧？那么李清照虽然借鉴了这首诗，但是你看这个面貌已经大相径庭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词体制的不同，同时更可以看出通过不同的作者之笔所塑造出来的这个女性形象的不同。这个韩沃的诗他怎么写的？他说这个女子打秋千打得困了，荡得累了，解下罗裙要来一壶美酒，这个时候来客人了，见到客人来了笑着走开，可是又手搓一只梅子站在中门。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我们说过这个韩沃啊，晚唐诗人韩沃，他的后期的诗歌风格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他早期是以写那种起艳的香莲诗著称的，所以像这首诗显然不是归于他的后期的。他在这个诗里面写的是这个女性啊，既不是像李白的那个月袭女那样的一种天真的不染尘俗的农家女的形象，也不是那种非常端庄含蓄典雅的那个贵族深闺女子的形象。那么她的这个里面所写的应当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女子的形象，而李清照的《点绛唇》所刻画的跟这里面这个女子形象显然又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形象。韩沃的诗呢，场面是比较单一的，李清照的词描写就要深入细腻，要生动活泼的多。因为韩沃的这个，他这首只是一首非常短的七绝嘛，28个字，这是由七绝的这种体制所决定的。点绛唇虽然也只是一首小令，但是毕竟字数上是要多得多，可以腾挪，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也还是要大得多了。那么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不同的这个作家的描写，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是荡完秋千，就不再是解罗裙锁梅酒，而是拥整纤纤手，只是揉了揉荡得太久了已经有些酸痛的手。露浓花瘦薄汗青衣透，用带露的花朵映衬着荡完秋千之后带着汗珠的这个健康的青春的少女。露浓花瘦啊，写那个花上结着很厚重的露水，使那个花似乎都显得这个不堪重负，显得很瘦。你看他李清照喜欢用这个瘦，那么跟那个绿肥红瘦一样，都很生动，都是非常凝练的生动的写景的句子。这种雅致的写景就营造出了一种雅致的场景，这个是韩沃的诗所缺少的。韩沃的诗完全没有任何的地方写的有写景。然后正在休息，客人突然出现了，袜铲金钗溜，鞋子都来不及穿，穿着袜子就溜走了，然后那个金钗也掉到地上，有些狼狈，
但是又给人感觉很可爱。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跟韩沃的诗比较，一个是何笑走，一个是何羞走，一个是应中门，一个是倚门回首，一个是手搓梅子，一个是却把青梅嗅。你看李清照的这个词，他在表现的时候，似乎我们总能看到韩沃的影子，但是又总是能够感觉到不一样了，对吧？把这些动作一改造，人物形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搓梅子映中门，映是照耀的意思，意思是这个女子手搓着梅子，很招摇地站在中门那个最显眼的地方，最显著最扎眼的地方，所以是这个映。这要是放在现代哈，说明这个女子敢于表现自己，就没什么不好的，有个性。但是在古代呢，似乎就不符合一般人对于女性的那种要求，对于女性行为举止的那种要求。如果说这个前两句“荡秋千，锁梅酒”，这还有点那个史湘云式的豪爽的话，这后两句呢，就似乎是显得有些轻浮了。所以这个韩沃的诗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女子，而李清照的笔下是一个活泼中又带着羞怯，好奇中又有着一种青春萌动的这样的一个少女的形象。见客入来，这个客它是没有年龄没有性别限制的一个客吗？显然不是，因为青梅有所暗示，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被李白那么一写，似乎也变成了一个是暗示着爱情的这样一个词。却把青梅嗅，既是用青梅遮住脸，在暗暗的看这个客，同时又暗示着来的这个客一定是一个青年男子。但是这些作者在词中都没有明显的表示，都有待于读者自己去想象去补充，这也正是李清照的词雅的地方。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易安体，我们就讲这么多了。接下来易安笔下的家国之悲，我们说李清照后期的词呢，主要成就就在于他深刻地表现了家国之悲。他的这种表现，他就不用大词语，他跟辛弃疾不一样。我们说辛弃疾也是要写那种家国呀这些非常宏大的主题的，那么辛弃疾他就是用宏大的语词来表现宏大的主题，而李清照他表现家国之悲是紧密联系着他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的。他的诗和词分得挺清楚，你看他的诗，至近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就是所谓诗之境阔，这是大词语大境界。而他的词就不直接写那些大词语，不是那种大境界，他是通过他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来写这种家国之悲。而他后期表现家国之悲，当然是跟时代的所谓这种靖康之难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说这个词啊，虽然在传统上主要是以婉媚之笔来写男女之情，但是以词写家国之悲，这个当然不是李清照的首创，早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词人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了。最突出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李煜，南唐的李煜已经就是以词来表现家国之悲，在创作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了。那么李清照又要怎么样写出他的特色呢？特色之一在于，我们说李煜他是处于小令的阶段，这时候慢词还没有出现，而李清照的时代已经是慢词非常成熟的时代了。所以李煜呢，他常常以小令的这样的简短的形式，以寥寥数语来直述
自己心底的深悲剧痛。而李清照他常常是两种形式并用的，既写小令也写慢词。而他的小令的表现形式也跟李煜不同，李煜的情感呢是比较集中比较直接的，李清照呢即使是在小令的那样短小的形式当中，他也常常是一种九曲回环的情感表达。比如这首《武陵春》：风住尘巷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栖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栖则猛舟，载不动许多愁。他的上句的情绪还比较连贯，表达一种物是人非的哀愁。到下去，闻说双栖春尚好，野拟泛轻舟，这就荡开一笔，想转换自己的情绪，这是对上句表达那种哀愁的是一个转折。接下来，只恐双栖则猛舟，载不动许多愁，又是一次跌宕转折，重新回到哀愁之中。所以短短的一篇小令，他的情感已经转换了好几次了。他们李清照跟李煜一样，都要表达物是人非的悲哀，但是李清照他在这种小令的篇幅之中，尚且是所谓藏无数曲折，他能够更加细致入微，能够更加跌宕起伏的来表达心中那种复杂的情感。那么慢词呢，更加长的篇幅就更为他提供了充分的来表情达意的抒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声声慢，这是他最著名的一首代表作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这有一个译文，有些大家可能读到的是晚来风急，两种应该都可以，就是不管版本的问题哈，只是从意思上来讲应当两种都可以。我比较偏爱晓来风急，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是晓来风急的话，我感觉它整个整首词的创作上，它有一个时间的流程的变化的感觉，从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就是从早上起床写起，讲到晓来风急，然后讲到白天，然后再讲到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再到晚上到黄昏傍晚，似乎是有一个时间的流程的。如果是晚来风急，那就是等，那就最难将息，是一开篇就是已经天黑了，就基本上它就整个就是集中在黄昏的傍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之中来写它的情感。这两种都应该都是可以的。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呢，这是一个双调，然后它可以压平声韵，也可以压仄声韵。像这一首李清照的这首声声慢，它压的是平声韵还是仄声韵啊？啊，对，你们都还挺懂的，虽然这些字这些韵字在我们现在的读法当中全部都已经入派三声了，但是实际上全部都是入声字，七夕吉时斋黑低德，全部都是入声字，所以这个它压的是入声韵。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开篇就是这样七组叠字，这样的一种写法呢，在词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不能说后无来者，因为效仿者还是有的，但是那些效仿呢，大多都不是很成功了，甚至可以说比较拙劣了，再也没有像李清照这几句这样自然，同时又有非常震撼的艺术效果。当然，研究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叶嘉莹先生，就是咱们老辅仁的著名的这个学者哈，叶嘉莹先生，
那么他的学问，他讲词，我是非常敬佩的。他对于这七组叠字呢，他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用了四组叠字也就够了。说后面的这个凄凄惨惨戚戚，显得有些叠床架屋。这是叶先生的一个评价。不过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对于词，对于这个所谓诗无打鼓嘛，对于文的这些诗文词的这些理解哈，尤其是诗词对于它的理解，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艺术感觉吧。那么这个七组叠字呢，首先是它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艺术感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四组还不够，七组才够新奇。艺术的新鲜感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即使你是非常陈旧的题目，但是你的艺术表现够新鲜，那也是成功的。所以这七组叠字组成的这种艺术表现呢，它非常的新鲜和独特。那么也因为它太独特了，你再想去模仿它，那是很难的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七组叠字它并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它是有它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的。它的艺术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语义方面，寻寻觅觅。作者寻寻觅觅的到底是什么呢？开篇而来的、破空而来的这一句，似乎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作者正是用这样不很明确的这两组的双声叠韵词，写出了他在家国之难之下一种非常茫然的、迷茫的精神状态。这是寻寻觅觅。寻寻觅觅的结果是什么呢？冷冷清清。冷清，这是对一种环境的描写，也是一种心理感觉的描写。我们说这个屋子很冷清，它既是写环境，也是写心理感觉。环境是指什么呢？作者当时孤身一人，丈夫也死了，又没有孩子，所以没有任何的亲人陪伴在身边。由这样的一种环境状态，进而就形成一种心理感觉，一种非常孤单寂寞的感觉。再接下来，凄凄惨惨戚戚，这就完全转成了心理感觉的描写。当然你说前四组叠字已经既有了那种精神状态、环境描写，又有了心理感觉，到了最后这个三组叠字，它是纯粹的心理感觉。所以你说去掉那个最后三组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加上它更好。它强调的表现它的那种心理感觉，凄凄惨惨戚戚，这是这三句在语义方面的艺术特征。那么从语音层面来看，它也是非常的具有艺术效果的。这个三句里绝大部分都是齿音。李清照作为一个本色当行的词家，他是非常精通音律的那么他在词论当中提出所谓词别是一家这样一个著名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是要强调词的一种独立的文体地位。而词区别于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这个音乐的特色上，在于它的这种音律特征。李清照在这篇词论里批评苏轼说他的词不协律，就是从这个音律特征上来说的。而他自己的词呢，确实特别注重音律特征，不仅分清浊，而且像这首词它还变了五音。这个五音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宫商角徵羽的五音，这个五音说的是唇齿鼻舌喉这五个发音的部位。这个是这个语言上的这个五音。那么你像这首词，它不仅前三句有很多的齿音，整首词超过半数都是齿音。现代汉语所说的我们现代汉语所说的齿音呢，只是舌尖音的一种。但是古代的齿音，但凡是有那个牙齿齿龈参与发音的这些音呢，
就都包括在内。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舌面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都是包括在齿音里面。舌面音是什么？叽叽兮啊，舌尖前音呲呲呲，舌尖后音吱吱吱。那我们知道不同的字音常常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比如这个齿音，齿音的特色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音组比较大，发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所以它适宜于表达那种哀怨的悲愁的感情。那什么叫音组大呢？比如说像这个所谓这些舌面音、舌尖音里面哈，我感觉比较难发的大概是像什么那个滋滋滋啊，像丝啊这样的音。我儿子现在快3岁了，他到现在还说不清楚的就是那个丝。比如说那个我们说哇塞，他说哇塞。所以就是因为他音组大嘛，像这个有些音呢，发起来会比较困难。我们说那个有些那个韵脚为什么要选择韵字啊？有些韵字它那个就是很容易就发出来，那么很容易给人一种很流畅的感觉。这些呢，就是这些字啊，包括在韵字当中那些比较音组比较大的，就是开口比较小的，它都比较适宜于表现这种哀怨悲愁的感情。像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就好像是咬着牙说出来的，给人一种寒冷入骨的感觉。这是从字音来看，另外从这个韵脚上来看也是，像密、气，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入声字，整首词压的都是入声韵。那么入声韵它是比较急促的、比较促迫的，相对来说平声韵就比较悠扬平缓，而入声韵就容易给人一种不平和的情绪的感觉。所以从语音上来看，这几句也是非常恰当的，表现出作者的情绪。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是作者有意的选择，因为他精通音律，他有意的要体现出词的这些所谓本色当行的特征。那么接下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然后转到下片，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那么就由上片写秋日的高空转到了他自己家的这个小庭院。黄花，醉花阴里面说人比黄花瘦，抓住菊花的那种清雅瘦削的形态和气质特征，来写，用西风瘦菊来写家人的这个女性的对花叹息，顾影自怜。而这个满地黄花堆积，这是写什么呢？过去好像有人解读是说有点类似于雨送黄昏花易落，就是这个说这个花被雨打得落了一院子。其实不是，你要都落了，那还要为什么还要说如今有谁堪摘。所以它满地黄花堆积，它是说菊花盛开，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可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说我自己都已经这个憔悴不堪，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心思来赏花惜花呢？这个摘花之举，它蕴含的就是一种惜花的意思，爱惜，怜惜。杜秋娘不是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李清照本来他是一个非常惜花的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惜花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他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从早晨写到白日，然后现在到黄昏了。那么这两句在语言上是非常的浅俗，意思上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口语化是口语化，但是不是作者随口说出的，同样是有练字之功的，浅俗之中见功力，是不露痕迹的练字。这种练字的功力尤其是体现在这个韵字上，黑
大家还见过有别的以黑为韵字的押得好的句子吗？这样的诗句词句还有吗？那么因为黑它是一个险韵，就是它很难作为韵字很难被押得好，但是李清照他用独自整身的黑就压得非常自然妥帖，而且非常传神地表达出自己那种孤寂的情绪。接下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雨打梧桐，这个是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了。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次第是说这光景这个情形怎一个愁字了得。易家莹先生觉得这两句写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明性的文字太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怎么个愁法啊，你应该表现而不应该说明。但是我也有点不同的看法，我们说那个词当中用来表现形容愁是有很多名句的，对吧？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秦观的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再到刚才读到的李清照的武陵春，这个只恐双栖择猛昼，载不动许多愁，那都是把无形的愁具象化，让人在这种具体的物象当中去感受愁的那种浓郁。那么这样的愁虽然浓郁，却还是说得出，是形容得尽的。它具象化了，那具体的东西摆在那儿，虽然它很浓郁，这个愁很深重，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的，还是可以形容得尽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以李清照这样的才女，这样的生花的妙笔，她可以再写出很多的比喻来，也不新鲜，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她是要说，我的愁实在是太多了，说不出，形容不尽了。所以她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了她内心这种无边无际的痛苦、抑郁和愁苦之情。那么整首作品也就在这样一种无边的愁苦之中，在他的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候戛然而止结束了。这就是那么我们主要是以李清照的这首《声声慢》来解读了一下李清照他是怎样表现他的家国之悲的。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闺中秀与林下风。李清照之所以在词史乃至于在文学史上这样引人注目，除了他的文学创作上的这种艺术成就，他的性别特征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研究者呢，常常就会从李清照的这种所谓女性身份、女性意识这样一些角度来研究他的词，认为他的特色是干嘛？是什么呢？就是说，以打破了所谓以男子而作归因这样的一种特色，是以这个真正从女性的角度来表现女性的心理情感等等。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又总有一些疑惑，不少男性词人所写的词，不是同样非常细致入微的表现出女性的那种幽微隐曲的非常细腻的非常婉曲的心理和情感吗？如果抹去给你一首词，抹去它的作者，你真的就能分清这个作者是男是女吗？比如很多非常擅长写那种女性的描写女性的那种婉曲的细腻的心理的一些作家，包括像刘永、像秦观，他们的那些词，你真的就认为他们都是非常显著的体现着所谓以男子而作归因吗？所以在我看来，李清照之所以是一流词人，重要的不是他的性别，而是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我们先休息一下。